看，这颗葛根我已经挖出来了，特别特别的大，我挖了半天，终于挖出来了，现在看看它到底有多大，有多重。太重了，应该有200多斤吧，我都没抱动，抱半截起来。这么大的野生葛根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也第一次挖。虽然以前我也挖过大的，但今天这么大的还是头一次。现在我准备今天就这样把它扛回去，看看扛不扛得动。如果扛不动的话，就只把它砍短了。哦，不行，确实扛不动，就待会儿把它砍短了。哎呀，砍了还很可惜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必须得把它砍小，不然我扛不动的。